知道白子是什么吗？血鱼。白子是金囊，而且是金囊哦，不是金丝哦。这个才不能播吧？你永远不想再合作的人。那我曾经有吓到一个男艺人，就是因为他在现场 NG 了50次，我就跟他讲说，你要不要准备好再来，我们可以现场评级。比较少见的是香香蟹，然后他就放在第一道香香蟹这样，然后后面呢是安康鱼干，然后在后面呢是各种鱼的料理，还有一个最喜我本人最喜欢的前三名就是白子。Oh my god！我前两天才知道白子是什么你知道吗？鸡？我不知道。那我们先不告诉你，你吃完再告诉你。对，你先吃。白子。你会喜欢的，真的吗？你会喜欢的。过年，过年你家需要打扫吗？为什么？对于这一切，太需要感恩了。他不需要有人帮他打扫，但他需要找一些人打理一些生活上的事物。打理一些生活上的事物，可以吗？比如说泡嘴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泡打呀、啊，打起来。不然你剪不剪，就是要剪。哈哈哈哈哈！对，我要。最近你有吃到白子类的东西吗？哦，就是没有。我来，好好享受它，这非常新鲜。真的哈、哦，刚炸好。白子补皮肤。对，然后喜欢白子哦。然后我要，你也要多吃一点，我多吃一点，你要多吃一点。好吃吗？所以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你知道白子是什么吗？鳕鱼。白子是金囊，而且是金囊哦，金丝哦。这个才不能播吧？为什么不能播？播了蚊子会杀。蚊子会杀了它。不会。它肯定会杀了。我不会杀。真心话大冒险。没错，真心话大冒险。如果你不想回答这个问题的话，就请你喝喽。OK。以下哪种状况让你觉得最尴尬？好，一和身材很好，但是第一次见面的演员演激情床戏。OK， 和讨厌的演员演好朋友，譬如说。第三个，演戏时无法控制放屁。这三件事情哪个让你觉得最 Argo？ 我觉得是二因为我发觉我其实我跟你一模一样，我其实，在演戏的时候，某一个程度上也是没有说，没办法说谎。是，就是如果我跟你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好，我可能不会看你的眼睛，我会看你的眼中。没错，就是我太了解他了，就是我可以插话一下，可以插，请插，就是插演我老公的呢，他死掉，然后我在那边哭嚎的时候，他放屁。笑了吗？没有。我可以知道那个人是谁吗？这可以讲吧，这蛮好笑的。这可以讲啊，因为这其实，在拍完以后，其实在节目上拍 A 的时候，我想说，姐有拍到，你拍过 A 片，我怎么不知道？我们 Google 没有 Google 到。他价码怎么样？我想知道。台湾现在的你有写，所以你可能是。我觉得没有，而且因为我就是演个哑巴。现在这题我要问两个人，你永远不想再合作的人，我可以干掉这个泡面，一次我不说出名。你可以选择干掉你的这一杯。你有吗？讲名字，永远不想再合作的人，算有啦，算有而已，因为没有那么严重。你是不是很好相处的人啊？对，我其实，而且我会忘记不好，我不好相处吗？不好。你觉得，因为我们两个是狮子，我们有一个就是人生的底线，就是你们欺负我，我扛得住，我 OK。但如果你欺负过我朋友，让我朋友过得很不好，那 sorry。好像是我觉得我们好像过不去，都是这个路数。不然你看你之前那个谁谁欺负你，还不是过得好好的，对不对？遇到不敬业的演员时，会不会忍不住出手教训？那我曾经有吓到一个男艺人，就是因为他在现场 NG 了50次。然后我知道是谁了，我就跟他生气，我就跟他讲说，你要不要准备好再来，我们可以现场评级。你确定他不是故意的？然后从此之后，他就再也没有演戏。而且你知道，剧组是一个很奇葩的状态，是你知道你一个人无法完成，对，所以现场有多少人都在那边跟你一起消耗青春，对对对对。所以如果你没有做好，你会觉得很担心。对。可是当有一个人他不在乎其他人的青春跟时间的时候，你那个无名火就会这样唰。这种人都通常都比较年轻的吧？有跟性伴侣伪装高潮过吗？来
人回答剪刀石头布，来剪刀石头布。讨厌。当然有啊，因为那个好像女生多少都会哈。会吧，因为自己来有时候还比较爽。好，我们这一段就是要接一些产品的代言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你没回答啊？我有。他超长。什么超长？你知道白纸是什么吗？血液。白纸是精囊，而且是精囊哦，不是精子哦。Hello， 大家好。Hello， 大家好。大家好。大家好。Hello， 大家好。我是黄子佼，我们是动力火车。是你最爱的老乡大渊，我是威廉，我是陈世安，我们是机智男孩，家有喜事，我是威廉，我们是 WarFest 无间情，想知道我的最新消息，只要点开 TVBS 娱乐头条的 LINE 官方账号，别想看穿我，除非你加入 TVBS 娱乐头条官方 LINE 账号，拥有它就等于拥有了我，赶快搜寻加入娱乐头条 LINE 官方账号 ，LINE 官方账号就是我们和你的任意门，从此我就要一直 LINE 着。从此我们就一直把我的一举一动看光光，所有精彩独家的娱乐新闻随时 LINE 给你，加起来怎么弄？